还有100双筷子，还有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没问题啊，反正是他要做啊，10分钟内洗完，要很干净，有办法吗 ？OK， 我先回家了，我现在有点呛呛的，我觉得我需要先吃一个精神粥。这集因为毕竟人家是心灵新开的店，我想要认真的帮他，话外音都交给你了。好啊，我会很认真的工作，100个碗，然后10分钟内要洗完。等一下我们的战术就是你们吃的东西都自己去洗。你今天就是来到了万华海鲜粥铺。哎，先讲哦，这个不是业配，这不是业配，是因为认识。简单讲就是这几个月收入真的不是很好，有点坎坷。小红也帮我引荐了金玲，让我来金玲这边工作。那我们就看一下金玲会让我做什么工作。当然我们要先吃饱。好吃吗？我觉得好吃，我觉得好吃。新鲜吗？新鲜。OK， 今天就是我来这边实习一下。对对，因为我有一个系列叫我没钱的嘛，你知道吗？嗯。我今天想要来你这边打工，不知道可不可以 ？OK 啊，长期的吗？我们今天去试试看，因为我听说有100多个碗还没洗。我今天大概会做到是什么东西？你要帮我们搬汤，我最讨厌搬汤了，因为我上次搬汤腰闪到痛2天、okay ，所以这个搬汤的工作呢，绝对是你做，顺便健身嘛，对，合理吧，对不对？我们去找另外一份工作好不好？赚钱哪有那么轻松的？你以为？也是啊，我先去洗碗好，先洗碗，因为其实我们刚才已经有先吃过，那我就先去。你吃过那一轮也要带进去洗哦。会的，会的，会的。好，那我就先去洗碗。OK， Go， 一个一个端，因为才不会倒。哦，不能。这样叠在一起也可以叠，但是就是你只要不要倒就好了。其实我国小时候有做过这种工作，可是有点太慢了。基本上这一桌基本上要在20秒之内就要收碗。可是我怕打扰到其他顾客吃饭，所以我还是慢一点。其实做餐饮就是比较怕脏，接收。哦，真的辛苦了。没事啊 ，OK， 剩下你帮忙。好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刚刚是因为很忙，所以都没办法洗，所以就累积到这个样子。没事啊，我以为真的有几百个碗。然后我们的工作就是把筷子、碗、汤匙都先放在里面，然后这个要留着，你都先丢里面就对了。OK。然后剩下这个木盘嘛，我们就要冲一下。好。就是会有一些沙沙，有没有？冲完之后要去拿黄色的布，把这个木盘要擦干。我们没钱的系列精神就是这样子，就去体验每一行。而且重点是。洗碗虽然没有很难，可是洗久了腰会超酸，腰会很酸，因为你要一直弯腰。一门学问啊！其实我小时候是洗碗国家队的。外面还没有收碗。OK， 我状况非常不好，我忘记。累了，你今天工作太长时间了。红哥，你有打算帮我吗？没有，其实今天这个系列我只来监督他的，不需要监督的好吗？我的影片是有上新闻的好吗？然后，好啦，是真的有上新闻啦，各位去看一下之前捡的回收，真的有上新闻。我也想坐在这里就好，真的也是很累，他拍一整天了，真的是拍一整天，我只好心来探个班。不过讲真的，他们粥是还 OK 啦，可以来吃个宵夜。我在综合朋友可以来这边吃个宵夜。来，我来帮他收拾这些东西。其实我发现这个跟我们以往做的工作不太一样。怎么说？因为他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老板经理他动作比较快速，所以我会有点跟不上。可是我觉得应该就是餐饮业的关系。对，因为大家就是讲究效率，赶快。跟我们以前小时候玩的那种养成游戏一样，客人走马上去查要点什么餐什么的。对，我的工作需要有一些流程，等一下我就一直洗碗好不好？好，那这个你拿去我擦，擦干净点。OK， 哎呦，会了，这些碗就是我要洗。超多，以前我妈都这样跟我讲，以前我就说哎，还是我去找个餐饮业读啊，还是怎么样。她说你平常在家不洗碗，你还想要读什么餐饮？大概就是这种感觉。这个洗过的，我再帮他洗一次。我不希望老板在，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洗碗有我自己的逻辑在。我的个性不喜欢人家打乱我的节奏。也许我洗的会被靠背，就是靠背的慢。想必我洗出来的是干净的，因为我对我自己出产的东西是有要求的。每一个动作都做到满分为止。这个洗完了吗？还没。哦，对，我只是先分类。对，分类。不好意思，那个老板，请不要打断我工作的兴趣。好好好，我刚才已经有说了，对不对？我猜金玲她的名字果然跟这个洗手台一样，是给金玲用的。你有看到我的身体成碗？
这真的洗久了腰断掉。很多人觉得就没钱的系列其实可以不用这么累，有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，你是不是真的做效果？大家可能会觉得，你只是在做个效果，但其实我希望让观众看到不是这样子，是我们实际上操作，他工作几个小时，我们就一起工作几个小时，因为这也是我自己本身想要去体验。就是你们看，我们每次在影片，比如说结尾也好，中间也好，影片也许才十几分钟而已，但其实事实上我们已经待了好几个小时，我们才可以悟出这种道理。就像我们拍上一集。手机的，我们可能还没到之前，我们觉得啊不就手机维修而已。但事实上，真的做过才知道其中的辛苦在哪。对，像我们去捡电回收，也是真的知道，实际上这样去捡根本不赚钱。我们现在做洗碗，平常我们吃饭的时候，就洗碗的员工在里面是要这样洗碗，其实是蛮累的。而且，然后其实我们进入每一行，说真的，都只有沾到边。我敢肯定的是，我们沾的边比那些其他人的系列可能还要更深入一点，因为我们真的是。一个小时去换一分钟的影片，所以有看我们影片的人，我真的是很感谢你们啊。然后我现在我的手已经感觉到很痛，我皮肤已经有点……等一下，这是说明是不是我在家里没做家事？我刚刚正想补的一句，子祥，等一下，不洗家里的碗，跑去洗别人的碗。像今天呢，我就跟子祥讲到这件事情，他说。像我跟甚至是李子拍那么久，志祥的我没钱系列是我觉得最辛苦的，因为他是毫无企划可言，他就是一个你必须亲身体验过后之后才会有一些收获的。多看一下志祥系列吧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字吗？不知道这个字是尘吗？我们假设它是尘，那我洗这个还有这么多盘，那你知道是什么吗？越洗越成功。我在这里慢慢洗，你稍微去休息一下。上一集拍到现在，我们至少12个小时没有休息了，你稍微去休息一下。好。哇，洗完了，花了一个小时一个小时，但中途还有拍其他东西。其实我刚才洗碗的时候一直在想，想到我当初为什么想要拍我没钱的系列。主要不是真的没钱，但其实也是真的没钱。我跟小盛其实不用这么累，但是我们想要的是，我们老的时候可以回来看我们年轻的时候疯狂过一次的样子，所以我才选择这么做。像现在就是 finish， 我也把他的洗手台清得蛮干净的。不知道我们的，应该看起来还是很忙。他凌晨1:30还是忙，那其实是好事。好，我刚才碗已经洗好了。现在你要教我干嘛？点餐吗？点餐就是柜台的部分。怎么点？都是中文。顾名思义，怎么点就怎么点就好了。好，那我大概知道了。OK， 今天点餐的顾客刚好是我认识的人，刚好是上一集的阿冠。对，怎么那么晚还来吃宵夜啊？好巧哦。但是听说你今天有一个特别目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今天要来当土豪。这边是多少钱啊？这边是6400块。如果我点虾多粥的话，有几碗？6400块的话，我有几碗？我帮你算，可以煮42碗，点6666666循环。等一下虾多粥应该可以帮你煮到15碗左右。对，然后你还有10碗的扣打，你可以点，例如说爆料海鲜粥啊，我们的招牌。来个15碗吧。15碗，10+5。其实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振兴券，我有去领振兴券，振一件，你跟我讲的一样。但是我自己没有花到，因为我拿去给我妈花。孝顺，谢谢你。请问接下来我需要做什么的工作？等我一下，我现在在忙。等我一下，我不能分心。扫地，我先去帮你扫外面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好的员工就是要自己去找工作。很资深的店，通常是不是都要大鱼子搬上来？对。明白了，你们两个移位一下，你去那一桌，客人打烊喽，去那一桌，谢谢。他看谁？腰酸吗？可不可以叫快点，我好累。快点好不好？我也很累。不好意思啊，刚刚突然背叛了你一下。椅子搬完了 ，OK， 现在进入扫地环节。扫地说真的，我就不是这样。终于，现在时间2:48，
凌晨。凌晨两点四十八，哦，这么晚了。那是因为你也做了一些善事嘛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个善事我们之后可以去怪异博士看。今天其实我也说真的，我学到蛮多，也才真的发现餐饮真的是一件疲累的事情。它不是人干的。真的不是人干的。太累了。餐饮这个东西是很快速的。它才不管你多忙呢。即使你再好吃，但是我觉得希望那些客人们可以体谅，因为毕竟我们这些食材也是新鲜的，也是都是现煮的，而且我们的碗也是现洗的。废话。当然会拖一点时间是正常的。也到了最重要环节了，是，我的评分方法比较特别，今天多少公司来做打分数？你今天的表现的话，算很认真，可是那个汤你搬不动，结果还是要我帮你几分？80分啊，整体盘给你八十分，80分嘛，态度有，然后速度后来有变得比较快，其实你蛮快进入状况。说到头来，对，你觉得我可以拿多少？我大概做了4个小时，对，4个小时洗碗加打扫，4个小时，你今天表现状况好了，2000给你了，2000，现拿，对，好，谢谢，但是呢，我觉得我也不要拿这2000啊，毕竟你刚开幕嘛，对不对？就当作我来帮忙，哇，对，哇塞，这2000免费是，直接还给你，吃完海鲜粥份是免费的，可以 ，OK， 好。那我下次还会再来的，谢谢子祥进来帮忙洗碗，不然我腰好酸了。大家如果有兴趣想来吃的，可以哪里吃？中和景安路50号万华海鲜粥铺，还有成饮手作饮品，复合式的餐厅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还有追踪3个人 IG， 然后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